不介意这爱的尴尬啦，哈哈，我有165，小包包装是不是超可爱的，很像 M&M 巧克力的颜色，哦，好酷哦，哦，超香哎，非常的浓厚，赞哦，好好喝哦。大家好，我是最了解明星、最喜欢揭晓排名的情报员希杰。还记得你小时候的恐惧是什么吗？你解决你的恐惧了吗？相信哦，小朋友最害怕，也就是家长最担心的事情。就让我们深度潜进校园，来了解一下现在的小孩跟家长们到底在担心些什么。我害怕长不高，就是没办法专注在老师那边。长不高的话，我就没办法。没办法灌到篮的，长不高都会被老师排在第一排，第一排会被老师盯。165公分是个完美的身高，理想身高180吧。有蔬菜味啦、谷味他们都不吃的啦。他不吃菜，茄子、苦瓜、红萝卜，就是苦瓜那些。红萝卜、青椒和苦瓜，苦瓜、茄子还有番茄，不太喜欢它的味道，味道不习惯，吃起来会有股怪味，很恶心。吃了会想吐，麦当劳。觉得那个薯条我很喜欢，我喜欢喝巧克力，只要是甜的他们都喜欢呐、啊。巧克力是他最爱，外食比较多色，好吃的东西就不营养不健康，因为外食就是很油嘛，鸡精啊，然后什么氧气人参啊，鱼油、维他命 C， 儿童的 BB， 他比较没办法吞，难以形容的味道，很奇怪的药味、啊，喝要捏鼻子喝。可是就是不好吃啊！不要再逼我们吃营养的东西，真的很难吃。好的，我们透过刚刚的这个校园街访呢，我们整理出来了小孩跟爸妈最害怕的排行榜前三名。第三名呢，就是这个精神力不好、学习力差，是不是说的就是你呢？上班上课精神不好，就是你，就是你。再来看到的是第二名啊，营养的食物一定都很难吃。哎呀，上课考试压力这么大，偶尔就是要吃点甜点，来点小确幸嘛。再来第一名是长不高。哇塞，原来大家都喜欢长腿啊！希杰我呢，嘛不介意这爱的尴尬啦，哈哈，我有165，所以告诉大家，这个弟弟妹妹、阿公阿妈、爸爸妈妈不用怕，有我希杰情报员，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到的哦。好的，透过我刚刚的这个排行榜，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关联性哦，那就是家长通常就是怕自己的小孩吃不好、吃不营养、长不高，还有呢，成长发育不够完全，所以常常呢会绞尽脑汁喂小孩吃很多的营养食品，但是营养食品通常小孩都很害怕，因为他们觉得很难吃，所以啦，在这个小孩之间呢、啊，就流传了一个迷思，那就是健康营养的食物通常都很难吃。今晚好选择就是要来破解这个迷思，要告诉各位家长啊，小朋友成长中最关键的营养素呢，就是蛋白质中所含的精氨酸。我今天要推荐的这一款呢 ，S702 黄金成长素饮品，里面呢有成长配方红枣钙，还有学习配方脂磷丝氨酸，全方位营养成长的蛋白。重要的是里面还有益生菌，可以调整体质哦。它有可可，还有香草跟草莓口味。非常好喝哦，你看这一小包包装是不是超可爱的，很像 M&M 巧克力的颜色，而且啊，不要只光看这一小包哦，它这一包呢等于10份市售的成长补品，而且呢包含了3杯牛奶的钙含量，还有1.5颗蛋的蛋白质哦，重点是可以提升小朋友的学习力、专注力，还有会长高，所以补充营养再也不用瓶瓶罐罐了。哎，如果你看到这边觉得这里面好像这个成长配方这么多，感觉好像口感会很复杂，会很难喝的样子，不用怕，我现在就来帮大家试喝看看。噔噔，你们看，它还有附这个超可爱的搅拌杯。我要现在泡的是巧克力口味。那其实呢，它这个平常呢用这个常温开水泡，其实就很好喝了，闻起来超浓郁的。好，加入常温开水，大概是100cc 左右。按下这个，噔，哦，好酷哦！我先来喝常温水，哦，超香哎。好浓郁的巧克力味哦。那我今天呢要教大家另外一个喝法，就是你可以加入牛奶去增添它的口感跟风味哦。牛奶的话呢，大概就是常温水的2倍，所以是大概200cc 左右。一样，再按下这个键，
它就会再搅拌了。这个呢，平常早上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教小朋友来泡一杯这个非常好喝的巧克力牛奶 S702 黄金纯脑素。加入牛奶之后呢，那个巧克力味道更浓郁，而且呢非常的浓厚，赞哦，好好喝哦。接下来是草莓口味，哇，好疗愈的粉红色的草莓，很像那个草莓夹心饼干的味道，哎，好香好浓郁，然后酸酸甜甜的，很适合下午茶来一杯耶。另外还有香草口味的哦，甜甜的香草味，很像在吃香草冰淇淋，非常的浓郁，非常的清爽。小朋友们，现在开学了，记得要多运动，多跑跑跳跳，还要搭配健康又营养好喝的 S702 黄金成长素饮品，要把握黄金的成长关键期哦，你就可以养出一双人人羡慕又健康的大长腿啦。而且呢，有了 S702 黄金成长素饮品，家长们，你们再也不用苦苦哀求小朋友吃营养食品了，是不是一举数得啊？现在呢，买两盒就送一盒，而且呢，还加送我手上这个超酷的电动搅拌杯，懒人必备啊！赶快刷卡，刷刷刷带回家，让小朋友们自己泡、自己喝，自己的健康营养自己顾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晚好选择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记得影片帮我留言分享加按赞，我是细节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